由 RO 仙境传说天天打玻璃团队打造的放置型冒险手机游戏《出发吧，麦芬》。游戏里有五大职业，我们可以选择坦克剑士，负责断招与干扰的游侠，使用魔法的学者，爆发输出的隐袭者，跟负责加 buff 的捕尸服饰。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路线，还可以转职成更强大的高阶职业。双人组队功能可以让我们和朋友一起组队推图，就算离线挂机，有 NPC 可以一起打怪冒险。而四到六的多人副本，因为不能走位的关系，所以职业搭配和操作就变得相当重要。我们能够用快速文字跟麦克风进行指挥，要在怪物涌上时释放中断技能，避免对我们造成大量伤害。游戏中不需要花费体力就能够进入副本打怪，在战斗结算后才需要使用实体力开宝箱获取宝物。也因为这样，我们可以无限次帮朋友下副本，虽然拿不到宝物，但情谊相挺才是冒险者的精神嘛。出发吧，麦芬目前正在进行测试，让我们期待正式上市的那天，一起启程前往世界尽头的遗迹。